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平安。啊，大家好不好啊？好。感谢主哈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这个研习会，今天晚上开始哈。那么我们一个非常充满期待盼望的心，在这次的这个研习营当中，希望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。也求神在这个地方圣灵大大的动工，来让我们与神这个真的密切的暂时相遇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个之后，我先做个祷告。好，我们要用诗歌来敬拜神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还是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是吧？你就是诸天都要述说你的荣耀，穹苍也要传扬你的手段。主啊，你的荣耀是高及诸天。主，我们也要赞美你，因为诚实达到穹苍。主啊，让我们一同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再次献上我们的心，用心灵诚实将我们的敬拜达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求主你列天而降，将你自己的宝座再次设立在我们的当中，接受众人的敬拜和赞美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愿你从头到末了居首位，掌王权，在这里掌王权。主啊，在我们心中，主你燃起一个复兴的火，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与你面对面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不好？兄弟们起立，好吧？我们将我们的心灵诚实敞开在神面前，因为我们一切的歌颂赞美都是要归给神。跟着跳，他还在面对大家吗？
请坐。第一首诗歌呢是要柔和一点啊，也好是吧？因为这样的爱让我们能够一生啊，这个得到饱足，在他的爱当中得到满足。无论你来自何方，你是啊从哪里来的，你在什么背景当中，但是只要你进入到神自己的爱的殿堂当中，你就能够感受到，能够领受到这样的爱。Yeah!
青草溪水边，无限满足快乐永志心田，在仍然也不改变，是这样的一个爱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每天当中都能够在这个爱当中享受神的恩典。那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我们认识这位神，我们就认识这位荣耀的君王。那是荣耀的君王，是下一首诗歌，我们再一同起立。耶稣就是那位所说的弥赛亚，他是基督，是救援所期盼的弥赛亚。
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